一个王人孙福昌，孙悟空的孙，福气的福，昌，昌盛的昌，孙福昌哪个道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啊、哦，哪个道？孙，孙就是孙子的孙呐、啊。对，孙子的孙，福气的福，昌盛的昌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哪个道？那个，没告诉我，就说1940年生人。一年之内吧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这个人已经到天界了。啊，好的。眉毛，好像在腿上吗？他的眉毛跟眼睛离得蛮远的，我看到。那还要再给他念吗，师傅？随便了，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